我去二楼了，这次不去吗？好。啊，这边还没有人啊。有床就可以，别拍床，撞到你们。一些没过还好意思睡觉，睡个鸡毛睡。这话怎么跟肖哥的话一模一样呀？不能拍床。为什么不能拍床？为啥？就是拍，不是就是不是那种，我不是我躺在床上的话就没事吧？可以看看甲鱼吗？明天看吧。床上没人就没事啊。飞机看。飞机吗？飞机看甲鱼。你过年答应给我的飞机，你给我了没有？草有点黑。喂，日怎么这么花呀？雾蒙蒙的。对，今天睡基地了，但是现在我还有救。我操，我这个屏幕有点花，兄弟们。给你们擦一下，怎么还不干净呀？我操！不要吓我，就我一个人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别吓我！你们再吓我！不是起雾了，是我手机壳，是这里吗？是这里吧？哦，这是他装那个，哎呦操！这是他装鸡蛋的那个专业的包装是吧？要捂你们，捂你们干什么？这个楼里是不是也可以洗脸呀？这里是不是洗脸的地方呀？那他们为什么在那边洗啊？要钻防晒飞机，要钻粉。这是厕所，那这里能洗脸吗？这里不能洗脸呀。只能洗澡。你们真的这么了解他家？是这里吗？哦，这里。楼下可以。我操，你们太了解了。哎，啊，我的袋子断了。那就睡，袋子断了，他们好像还在那边洗漱，纸袋子烂了，我睡哪一个呀？我要睡下铺，哪边有插头我睡哪一边吧。哎，哪个床软？哎，这个床软，我睡这个吧。先把东西放上。138一个月，那个是开……咦，我操！这什么玩意儿啊？真他妈吓人！搁这吓唬小朋友呢？大蜈蚣！
真吓我一跳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！哎，我等会儿，我等会儿藏在那个被子里吧。哇塞，这还怪吓人的。寒假，你先看。哇！先这样子把头藏起来，这个头有点假，把这个电线藏起来。这样，好吓人！随机抽取一个幸运儿。还有一个蛇，这个吧，这个也不知道他们俩睡哪一个呀，一个两个都放一个吧。你们三个惨了，都没去酒店，还要整队友。啊，稍微一点，不行，看到头就不吓人了，得看到尾巴，看到尾巴对吧？不要哦，我还准备说不要透，不要泄密呢，想他们都下播了，先补个飞机。这个给他藏半截尾巴吧，因为不知道他要睡哪个床啊，给他藏半截尾巴，藏在这个枕头下面。笑死！哎，再往里一点。不错不错，应该都会被吓一跳吧。嘿嘿嘿嘿，不用不用，差不多带我去洗漱。去哪里洗漱？不用睡台球桌了，本来要四个人睡台球桌的。我想把手机撂在这里，把位置占了，这样子。对，等会儿回来看他们的反应啊！我哪里坏？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？他们好像要过来了，下一层楼，就在这里吗？这里洗漱呀？这不是洗澡的地方吗？这我没看到有洗漱台呀，在这里洗啊？就是这里吗？再下一层，这里吗？这是什么房子呀？哦，这里，这外面是啥？我操，这好大呀！小巴住的，我操，还好没进去。这好大呀，这是啥地方？左转。我操，这不是厨房吗？冰箱，偷点喝的。我看到了，偷点喝的。为什么没有饮料啊？尽量白皮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酱呀？怎么黑球球的呀？
怎么还臭臭的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顺走啊，干了。咦，上面都有好多灰了，感觉放了很久，感觉很不干净的样子。辣椒酱排骨酱，哦，下面还有哈尔滨啤酒、酸梅糕。哎，这房子真大呀！怪黑的，怪黑的。没有灯吗？这灯在哪？你们知道吗？我操！我的洗漱包有点大。出去右转，不是这儿，还不是这儿呀？啊？还不是这儿，还有呀？左边，这是消化的。出去左转，往前走，还要再往前走，还要再往里走呀？还要再往里啊？哦，这里啊？哦。怎么还有一个呀？哟，哦，你们真的，肖哥家比你们自己家都清楚。哦，哎西，终于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灯，咦，铁粉不是吹的，灯在毛不在毛巾后面，看了气垫比自己家还熟。洗漱，你们要陪我洗漱吧，让你们陪我洗漱吧。卸妆可以卸，我之前都是就是在我刚开播的那段时间，我都是直播卸妆化妆的。干啥不行？脏死了我的手。后面黑水螃蟹什么东西？钻粉，下次凯溜了，早上七点上班，那你把那个位置给我发一下，一起洗，哥们儿，我。一个灯吗？好像不，好像这个不是灯，好像我开的这个好像不是灯。知道吧？我操，太烫了！我开个灯，毛巾后面，毛巾后面没有灯啊。哦，这个灯啊，我就说嘛，那个灯怎么黄不叉叉的？那个洗衣机的声音好像是，哎。这个盒盒是装啥的？装甲鱼的吗？对，刚的浴霸的。这些，我操，这么多！喂，真专业。啊！这有孵化
器孵化啥的呀？我操，那个孵化器是在画什么？偷偷拿几个卷轴了。孵小鸡，那它亮了。缺水，那这该怎么搞？我要给它加水吗？你们知道怎么加水吗？孔雀蛋，我能加吗？还是要等他们过来加呀？我也觉得，我还是别搞了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们这太远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宿舍。我们先去看一眼他们回宿舍没有。对，我别动了，等会儿死了就赖我。珊珊，珊珊，好，快过来，我快洗，我洗漱很快。他们两个咋不知道位置啊？那个谁，珊珊都在这住了多少次了？我要洗漱了。亲爱的帅哥那边，我有钱住宾馆吗？我有钱，我还能搁这住？你还问？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对对对，我就是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，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洗漱为什么要脱衣服？我洗脸，为什么要脱衣服啊？9点，不好意思，9点我还睡觉呢。
牛牛为啥回去了？不知道。长屁！化妆就是看着会更有精神一些，不化妆的话就是显得会没有精神一些，没有什么很大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。化妆又不是给你捏脸。脸都过敏了，这个泥巴可太脏了。
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在说啥？我冲个脚就好了。今天不洗澡，甜甜姐洗皮都给我洗掉了。明天就不住这里了呢，对吧？我觉得他们回来了，应该去看看他们。最早出境是高阿锅旅游，对，那次是第一次。卡扎菲出来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咋知道？哦，关灯，忘记了。妈的，忘记带你们进去了，里面好黑。洗什么澡？珊珊，咋他们还不回来啊？喂，是他们还不回来，我很害怕呀。哇，我好久没有素颜上过镜了。哎呀，啊哈哈哈，嗯，哎，好痛。不洗澡早上要等半天，什么东西啊，什么东西啊，你们原来在这等我洗澡的呀，洗不了一点。你知道吗，在这边天天一天洗两次澡，我皮都快搓掉了，你知道吧。这是晴儿的工作室，这是他直播的地方吗？我要开始做精致的猪猪女孩啦。等了半天，一起洗间没有。想什么呢？不能洗了，你看我的皮肤在这边已经坏了，你看红红的这两边。以前于总睡这里，为什么睡这里呀？剃光头三毛，那你是啥呀？百万小妹，等一会儿呗，等我擦完油。擦油很麻烦的，首先先擦水啊，水也没有了，最后一点了。这么时尚，
这么时尚？小霸，我操，太时尚了吧！对面才说坐床，你坐的有蜈蚣，那个才是，那个才是我放蜈蚣的床，这哪里比酒店舒服？小霸，小霸为什么叫卡扎菲啊？确实很时尚，留个那个还烫个头。不是就我一个人，还有阿梦，他们还没过来。加点水。他小爸睡旁边呀、啊，他睡旁边呀、啊，我见过，但是刚刚是背影。刚刚是背影，不是很敢认。唱歌跳舞样样精通。第一个精华。那他上来干嘛？那旁边是干嘛的房子啊？肖妈呢？肖妈在哪里？跑这来嘘嘘，这是厕所啊？这是厕所啊！厕所在这里啊！那中间不是还有个厕所吗？哦，他刚刚到我那个。他刚到我那个厕所去了是吧？然后他看到我在洗漱，然后他就走了是吧？他刚刚去了。为什么我苹果看不到贵宾啊？我苹果没有数据啊。对啊，他们还来不来睡觉了？我要睡觉了，他们又来吵。你看这都几点了？所以吧，这就是睡这里不好的地方。我操，脸好红啊！我脸是不是好红啊？5点，我把门关上，别来睡了，都别来睡。就是那个泥巴呀、啊，那些东西，我脸本来就容易过敏了。时尚归时尚，但绝对一身正气啊。我的唇膏。这个娇西妹子每天来到5点多，哎，擦个腿，看我的腿这里，能不能看到这里青了很大一块，这一块全部都青了。这个苹果没有滤镜，青的很清楚，能看到这块吗？
为啥受伤的老是我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受伤的老是我。这块还肿了，这块。珊珊，我现在不是偷吃去了是吧？不带我是吧？看看奖杯。哪一个是最贵的呀？熊猫直播年度冠军。这个是最贵的呀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慢这么轻，年度冠军，而且感觉这做的这么差，还磕烂了不少。这个，看都磕烂了。那个球最贵，最贵的是你们老板的2000万。我姐最近弟弟来过吗？哦，好像最近弟弟没有来过。这个户外打野冠军。红红小小户外打野熊猫直播夏日盛典，熊猫那个耳朵还没了，怎么就一个耳朵？就这一个耳朵了，另外一个耳朵也没了。哎，我操！差点把他另外一个耳朵给他砸了。娱乐盛典，美食主播，都是残次品，真的。哎，他们今年没有拿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奖杯没多少了，星光达人，烤鸭狗，操，这是镀金了的吗？百钻还有这个呀，我操，千钻啊，喂，还有这个东西啊，这蛮好看啊，葛小菜冠军奖杯，那个球400个，什么什么，这个球400个，这个2000个。都有第二个千钻主播，第一个是雨神吗？千钻，拉了拉了。所谓情商高，就是会说话。第一雨神，我好像听说过。现在掉到500了，现在雨神掉到500，还是肖哥掉到500了呀？哎呀，兄弟们，我就不拍我了，我要，我准备上床了。老雨掉到500了，
我不想下，我想看他们回来的第一反应。下了就看不到了，可是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可是我想睡觉了已经。哦，等会儿，等一下，我去发个微信，我去发个微信。不是我，我是想的是，我是想的是，我要睡的话，我直接下播了。但是我又想看他们，我又想看他们那个被蛇吓到的样子，被蜈蚣吓到的样子。每天早点开，上午的锅无家可归。我先准备好一切要睡的准备，把窗帘拉上去，再继续跟他们聊天。在，他们果然在吃饭啊！妈了个巴子，他们在吃饭。唉，他们在吃夜宵。我都刷了牙啦。可是我不想吃，我减肥。拿个假鱼将就一下。不放下去。我又不胖，我操！你这话说的啊，这话说的，嗯，去看一眼，看一眼不好吃，我们再回来。本来不想吃的，他那句你又不胖，哎，突然又想吃一口了。我扣就扣上。哎呀，不扣了，看前面吧。不是很胖，看着还行，个子高胖瘦不明显。我不胖啊，但是我个子高，稍微有一点点肉就显得很壮。所以我很冤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我真的不胖。不吃感觉我亏了呀，不吃不是白住基地了吗？啊，基地的优先条件不就是能吃东西吗？他们要插你出去，把他们插出去，真的是。对呀，我毕竟个子在这里，我操，好黑呀。都怪你说了实话，真的是。他们这些人吃泡面，不可能再吃泡面吧。操，闻到了一股，噗，那个臭的那个叫什么东西，那个我操，
好臭的那个味道叫什么东西，吃泡面转身就走。天，我操，那个鲱鱼罐头好恶心，一股什么什么？你们在吃泡面？啊，你吃吗？走了，打扰了，我走。你看我们在吃好吃的。对呀、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吃一口。这个泡面，为什么这个泡面你们都这么爱吃啊？饿了不是？吃饿了。小孩子伸懒腰了。鸡煮给它放，嗯，香不香？确实不错。那还有一桶，要不要吃？嗯，不吃，我减肥。我等你们回去呢，我等你们回去，我就说说，我就说睡了下播，结果你们都不回去。我洗个，我吃完洗个脸，我回去。那边回去也可以，那回去也可以洗啊。操！这个素颜好没有精神呀，怎么了？好，那我走了。强哥下班了，指望他们谁做菜？看他们看什么呀？看什么呀，把这个大妈了，这个给我插一分钟，冷静一下。会不会欣赏啊？啊，现在敢素颜给你们上镜的女主播还能有几个？素颜长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好吧，现在哪有那么多素颜出来就长得跟那个化了妆一样的人啊。软白沙，软白沙是什么呀？他们讨论剧本，我真的不方便，你知道吧？什么看他们？他们还在那干嘛？他们讨论剧本啊？他们不是？他们讨论明天的流程。我操！吃了这一口面，还想吃第二口，不是？就很想喝一口那个汤，你知道吗？不刷牙了，刷个屁牙，不刷，我不刷，我就不刷。不刷牙还能那个舔一下牙齿缝里的残渣，还能回味一下嘴里的味道。刷了牙就啥味儿都没有了。哎，这个支架怎么开始乱晃了呀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兄弟们，吓不到你们了。恶心什么呀？那早上来，我就吃了两根面，我会难受成什么样呀？没事，搜搜牙才有味儿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还在那边讨论案子呢。脱衣服了，哎呀，脱了衣服可真爽啊！我想去洗澡了。你管我，我想嫁嫁，不想嫁碍你事儿了，吃你家饭，喝你家米了。哎，中间那里是不是可以洗澡的呀？算了，不洗了。但你们不洗了，不洗了，中午才洗过，只能在楼下吗？中间那个档口。也能洗吗？
么给我带了，不行，我衣服都脱了，我衣服都脱光了，然后我脱了衣服出去会不会遇到人啊？会不会他家有没有摄像头？搞这些事实吗？行吧，兄弟们，大门口是真的有，房间没有的。大门口真的有啊！算了，不行，明天早上起来，我要戴个耳塞睡觉了。大门口基地啊，基地有探头啊，不能尿也尿啊。天哪，完蛋了呀。给我的充电宝们的充个电，我等了一晚上它不响了，还想拉也死，哄你们睡觉死一边去。卡扎菲的电视都是直播，都是接直播的24小时监控小肖。那卡扎菲会就是让他播什么不让他播什么吗？就会说他吗？他有没有骂过肖哥呀？就当着直播间的面骂得很特别厉害的那种。管不了一点毕竟工作，那他也没有骂过肖哥呀，平时就是让你们看到的。门没锁呀。下播去了，小肯定不听。那可以啊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在直播间骂过，都没有在直播间骂过他。很给我操，我的线被他们拔完了吗？不用锁，我就直接睡了。我锁了，我还得起来给他们开门。我下了啊，晚安，哥哥们，我就不转过来了，我都把衣服脱了。晚安，拜，明天见。